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83集。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套魔方所推出的放大版本的军事合体，自己放了自己，当然做了一些修改，连整个材料呢也都做了一个变化。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配件有个巨大的脚板，到时候合体的时候给大家做个展示。那另外就是一对的武器大枪，大枪的部分呢可以从这个地方握持住，有个图握在手上的支持力度。还是非常好的，那基本上呢还是拿小枪感觉比较合适了啊。它的一个握持的话呢，拿在手上可以看到，它是变成了一个可动的一个手指，手指的关节稳定度呢还在及格之上，甚至还是有一点点偏紧，非常的不错啊。关节的话呢，根部呢，拇指的根部是球关，其他的话呢，则是只有前后动。而它的手掌的话呢，可以做出一个像钢铁人一样的一个摊平的一个角度，那本身也当然是可以转动的了啊。那整个玩具呢变成了是一个 ABS 的一个材料啊，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呢是用尼龙做一个连接件。那这个玩具最大的一个缺点呢，我认为是它的倒角的部分，没有了这个尼龙的话呢，虽然说一些毛边的一个处理的话呢比较干净利落，但是带来的一个后果呢，就是它的一个边缘，特别是合体部件的这个部分，可能是你想到它是一个配件嘛，这个东西的倒角处理呢真的是让人不敢恭维啊，掰了几下手指都会非常的疼痛。而这一款本体的话呢，也是有少部分几个地方啊，确实在变形的手感上呢，它是需要有一些，你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啊，它跟魔方那种柔软的尼龙的话呢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了啊，头雕。头部的话呢，还原度我觉得做的也是挺好的，而且它的一个刻线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工整，而且这个线条的一个感觉啊，真的是还看上去挺舒服的。那头部的话呢，往上看，左右看，手部的话呢，多了一个齿轮的关节，但是这个齿轮关节呢，只有这样子侧边平举啊，它的一个这样子360度的转动呢是没有的。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双动关节，双动关节在人形状态下呢是把它推到后面，坦克状态下才是推到前面啊。这一点呢，当然各位你可以，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往前面，这个可以做一个捶胸的一个双动关节啊，也是这样运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家伙身上大部分的关节还是比较偏紧了啊。那它的下半身的做的部件比较复杂一点，先来看一下侧边裙甲可以打开，然后脚的侧踢有非常响亮清脆的声音。那这里先提一下，到时候在变形的时候呢，两腿合并的时候呢，这个腿的一个这个齿轮的角度呢，记得要把它往内打到底啊，一定要往内这样子，你要把它给往内打到底，另外一侧一样往内打到底。在这个情况下呢，两个腿才能够完全进行一个合并啊，这边要这就是稍微记得一下。那它的一个裙甲这一片下方这一片跟腿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一块动的。那这里一样是一个双动关节，可以带动脚呢可以往上面抬多一点的角度。那这里往后面推回去，你看到有点齿轮的声音，膝盖也是有齿轮的啊。那这个膝盖的话呢，可以弯超过于90度啊，可以用泰国膝顶啊，非常有格斗能力的战士啊。腿的一个关节零件是比较多的，脚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地啊。对，这一块忘了翻出来，这里有一片部件要把它给翻出去。好，这样的，哎，这样子的一个造型啊，这样是比较完整的。那我刚刚的话就不小心被扎了一下，这里啊就非常的疼痛啊，这个把玩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去注意一下。那后方的话呢，有一个油桶。这个应该是原本模具没有的，它承担了一个脚后跟的一个效果。原则上呢，包覆的程度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整个人物的身形啊造型来说，我觉得吧，以它放大到号称是 MP 比例来说，除了说我自己觉得了啊，这种光泽呢有那么一点点山寨玩具的感觉啊，这个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非常非常高级的一种玩具的外观。卖相来讲的话，我确实觉得这个光泽这个样子的话呢，不是，我甚至觉得尼龙那种有点哑光的感觉呢，可能还在更好看一点哦。那我们来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啦。首先呢，拳头收进去的时候呢，拳头记得是压成这样子啊，并不要完全握成这样，你可以握成这样，把它压扁就对了。
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抠开。但是呢，这一款的话呢，我觉得它的一个松紧度呢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几乎呢可以说是在变形的过程里头呢，我会经常用到这种变形神器呢来完成一个变形啊，然后旋转一个180度到这边，先把这个手先收到这边就行了。下半身的话呢旋转180度，脚的一个变形的话呢，我们先把它的这个像是履带的侧边这个地方把它给撬开来一下啊，这个用到很多的一个变形神器啦，这对折一下挨着这个大腿这边就行了。再来的话呢，我们沿着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话呢，我是说真的，这个尤其是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紧啊，如果你不用一些工具的话呢，至少以我来说我根本就撬不开它。这个地方把它给撬开，然后的话呢底部这个地方记得这里有一块部件把它给推进去，然后呢这里这个油桶这个地方灰色的这个部分把它给打开，你看它这里本来有一个灰色的凸扣在这边这个洞，现在把它本来扣这个洞嘛，我们现在把它移过来扣这个洞。好，这个人生胜利组了啊，只能这么说啦，扣进去这个腿先到这边就好了。然后呢这个脚的这个部分的话呢，一样这里把它给打开，稍微推开一点点之后，我们最主要做的呢是把这一片跟后面这一片的话呢要把它给做一个分开。这里分开啊、哦、我只能说我还是必须要借助到这个道具把它给撬开，你看它这里有一个咬合在这边，那很紧，非常的紧。然后呢翻开，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它整个给解开了啊，这边好，整个给解开。这个地方打上来之后，这里啊，这个是人形的一个膝盖的一个位置，你要变成坦克的时候呢必须把这个双动关节推到往下推下来，好，到这边。那这一片翻上来的部件里头呢有一块这个部件把它给挑上去，再来的话呢把这一片刚刚我说的上下这一片，它的有两块小部件要折下来，先折这一片大的是自己跟自己叠在一起，另外一片的话呢则是推进来之后把它给补在这个缺口就可以了。那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双动关节的一个折法，折下去到这里，这一片部件的话呢这个履带先把它给转到啊，对了，这一片啊记得这一片刚我说过它要靠在这个大腿侧边，然后的话呢这个可以先把它拉出来一点，为什么？我要把它给往内，我刚提过要往内推进来一个关节，再推回去。然后这一片部件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好油桶到这里，然后这里上下有一个卡扣把它扣起来，那到这边先到这边吧，这个履带的话呢可以先把它给转到一个这个特殊的角度这里。那我们就先把这个两腿的话呢一样啊，都要把它往内推，往内推到底的情况下，中间的话呢做一个组合。那这个中间的这个结合卡扣呢非常的粗，非常的硬，非常的就是很有气势的一个组合。那这里的话呢扣下去呢，我只能说你必须要用算是相当大的一个力气呢才能够把它给顺利的给扣上去。那就进行它的一个上半身了啊。上半身是这个样子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双动关节往下面搓下来到这里。头的话呢给这里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两侧的胸口的话呢是把它往两侧给做一个掰开。掰开的时候呢是这里注意一下，这个地方是一个双动关节，你要大概是斜上一个角度吧。我必须说这一带啊，这个地方啊，你看到这些形状，其实这个地方掰这里的时候手是真的是还蛮痛的了啊，真的是蛮痛的。把它给撬开，胸口这个地方把它撬开。好，撬开之后的话呢往两侧稍微往两侧斜上一个角度，好，这里把它给斜上一个角度。为什么呢？我要把它两侧完全的给打平，这样子比较好给各位做一个解说了啊。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胸口稍微抬一下就好，把里面这一片部件给往外面抬出来，它里头是一个双动关节抬出来，那它这里是一个滑槽往外滑出来，然后这个记得把这个脸的话转朝上。那这里有个东西要记得，就是后面的这一块，然后背包的话呢是要稍微做个简单的处理的，先把背包这个地方呢这里挑起来之后，这一块部件这个地方把它给掰开，这边这个地方是要把它给解开的，两侧都一样给解开。解开之后你要发现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双动关节它这个时候是这样，你要把它给推出来之后往斜上
再推回去啊，好，从这个地方把它给往前面推回去的时候呢，注意到这里面，这里啊，它是有一个，这里有一个缺口，这里有两个凸，它是要整个这样子扣下去的。这里的话呢，可能是需要稍微练习一下了啊。如果说你把它整个扣上的话呢，这个地方就会达到一个密合。好，先到这边为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再把它的这个胸甲的部分呢，给往回扣回去。那这里往回扣上去的时候，就是往上面推上去，这个地方往上推上去，往上推上去，推到整个都放进去。然后侧边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在这个地方啊，两侧都有把它给压进去，还有下方这里有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变到这边的话呢，已经都是最后的一些密合的一个状态了啊。那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会建议先把下方的履带这个地方先把它给扣进去。好，这样一来，整个这个坦克的一个造型呢，会更加的一个完整啊。这一片部件啊，记得挨着大腿啊，到这里，好，到侧边这个地方，把它给转到外侧。其他的变形来讲的话，其实真的并不是很难啦啊，但是就是手掰着会痛啊，手掰着会痛啊。就这个，我是不知道大家的手部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我自己的话是觉得，这个耐痛的程度来讲，我觉得这是超出我的能力之外了。然后侧边的话呢，你就看一下，就是沿着这个部件啊，这样子过来到这边啊。如果你把里面的一些部件，这个地方记得要翻啊，这里还有一个部件要翻出来啊，这一侧也有啊。我变得太快了，这个地方啊，这个变形其实也真的是不难啦，真的是不难。你只要就记得看得到全部打开，然后看得到的全部合起来啊，这样这不是废话嘛，对吧？那这个侧边来讲的话，这个可能有时候第一次变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花一点力气才能够把它整个给密合起来啊。你可以看我这个是真的是使用了这个大力金刚掌啊，然后炮塔把它给升上来到这边。 OK， 那最后的话呢，这个武器啊，推一下，这里有一个凸跑出来，到这边把它给扣上去。那最后的这个大主炮的话呢，我觉得有点意思啊。它的话呢，刚好它是这两个凸去扣在这两个地方，其实它这里已经扣得很稳了，但是再加上这两个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形成一个更加安全的一个装置。我们来看一下这台相当不错的坦克。首先它的一体性绝好，因为它侧边这些卡扣呢，一旦全部扣上去呢，很紧实，非常非常的不错，密合度也很好。那由于不是尼龙材质的关系，所以它很坚硬， ABS 非常的坚硬。如果你用着先前玩魔方玩具的那种感觉去玩的话呢，我相信你会觉得不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这个变形的话呢，会非常的一板一眼，但是它的公差算的也很好，你就是硬推的话呢，也是能够推得进去，只是说就是硬度就是不一样啊。那它的后面的这个配件，这个炮的话呢，侧边这个带跟这个小炮好像有点将近会干涉，因为它的这个小的这个机枪是靠近侧边的，所以跟它可能会有一点点的一个接触。那炮塔本身可以360度的转动，以一个坦克来说啊，这是基本的非常60分的一个可动，上下炮管也可以动啊，还可以伸缩啊，这个有一点这个伸缩的炮的一个功能展示。底盘有一个轮胎，但是轮胎的话呢，滚动性我觉得只能算有了啊，你实际上去推我觉得并没有办法推得很流畅。那比起人形态的话呢，其实坦克的总体分数呢，我可能还会再给的更高一些啊。那么它跟这个大脚板的一个合体呢啊，非常的简单啊。首先把这个小炮给拆下来，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呢，把它给往下面戳下来到这边啊，回复到它的就是回复到它原本算是人形状态下的这个插孔，这个地方把它给插回去。然后前方的这个盖板打开呢，从这个地方抠的话呢，非常的难抠。这个正确的弄法是用一个尖锐物从这个地方稍微撬一下啊，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根本是一个打不开的一个恐怖的一个任务了啊。再来呢，就是把这两个洞呢给扣到这个大脚板上面。那这个时候我们炮塔的话呢，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转换，从这里啊，这个孔洞啊，这个凸跟凹就看上去就是一目了然了啊，就把它给扣上去，用点力啊把它给往下面压。那最后的话呢，这个地方把它整个给
掰直，然后呢从这个地方你看啊，两个凸扣这两个洞把它给扣进去，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整个就非常的扎实了啊。那最后的这个小主炮，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凸啊，可以把它给扣在这个大合体后的这个腿的一个后方。那这里的话呢一样是一个非常坚硬的一个组合、啊、把它给扣上去。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预计轰天雷合体之后的左腿吧啊，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非常清脆响亮的这个接地的一个关节。这个光是这条腿的话呢，长度就应该逼近有，这是个大概将近18-19公分吧。那可以想象这一款合体之花具到底会有多么巨大，而且它本身一条腿的重量就已经不轻了啊。那整体来说的话，它的变形设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材料的部分呢也很耐玩，那没有细小零件，觉得耐得住把玩，多次的变形也不怕，甚至变形越多次呢你会越变越流畅。除了你熟练度提高之外，它的一些插孔的部分，由于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紧实，那我变到两三次之后，其实我发现它的一个卡扣的部分呢就已经比较适当的把玩了啊。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一些倒角，真的我觉得把玩起来跟尼龙材质不一样，割手的状况还是比较疼痛的了啊、哦！特别是就是如果你不是很经常摸这种第三方材料的朋友来讲的话，这个部分你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啊。那玩具本身很耐玩，就怕你的手掌不耐玩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